Hello，嗨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断线了，连线不太好。还有人吗？拍谁？在等你们的 comment。Hi Nicholas， Hi Melissa， 谢谢你们进来。OK， 哇，27个人了，我现在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8号的莫允辰玉儿，今年21岁，我的生日是6月30号，今年21岁，可是我还没有过生日的话是20啦，不认老，我是 JB 人的，我现在住在 KL， 一滴那了吗？一聊。Hi Debra， 可爱哟、哦，谢谢。什么是我的 hobby 什么啊？我的 hobby 应该是化妆，算是 hobby 来嘛。喜欢最近培养了一个新的 hobby 啦，就是做运动咯。因为其实我以前是没有什么做运动的人，啊，我现在喜欢做运动哦。然后如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的话咧，我喜欢就是去，我很喜欢一个人去 cafe， 一个人，然后我会选一个很角落的地方，然后点一杯果汁，然后就这样子做一整个下午这样。你为什么会参加选美？因为这个其实是算是梦想，小时候的梦想啦，然后现在进入8强也算是实现了一半这样子咯。我平时喜欢用什么保养？保养的话，我其实最注重在我的清洁，就是洁面上，就是如果我卸妆的话咧，我不只是用卸妆油，我会先用卸妆棉，然后再用卸妆油，然后再用 cleansing milk， 然后采用 cleanser， 清洁很重要。我的左脸好像有东西，有什么？大家可以帮我多多 share 一下吗？ share， 有人说我像邓紫棋，像吗？嗨，我也爱你哦。嗨 Joyce， 要吃拉面吗？我嘞，其实我算是刚刚毕业啦，也不算是毕业啦，就我还没有拿毕业证书，然后我去年12月才刚读完，然后我是读 business admin 的。有信心吗？有啦，肯定会为了这个比赛做足准备。我是 JB 哪里人？我是古来人。Hi Serene， 想你哦。我的家里有 long time no see， hi， all the best in my trip， thank you。 你会唱广联之外吗？会耶，叫你的声音好听，好听吗？ hi Joey， 我在看那个我的家里，其实我是家里有7个成员，然后爸爸妈妈，我一个哥哥，3个弟弟，然后我是第二个，我是姐姐。你刚下机吗？对，我刚刚才到 JB 吧，我刚才到 KL， 唱一段来听。不要啦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还没有开声，要讲唱。我喜欢哪类运动？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是排球校队。我喜欢游泳、打排球，然后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是打英式女篮，可是我现在应该忘记了。The dog is barking。好，我几岁？我21岁，还没有过生日是20。
我哎，对啊，我其实我从以前我小时候差不多中 form one 那样子时候，我就开始在 YouTube 上学化妆。等我一中学毕业，第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就是做化妆师，就是然后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做，哎，等我看一下，太快了。我15岁就开始做 freelance model 了，but 我去年的时候就没有。去年哦，我去年就开始退出这个行业了，然后就做我的 influencer。请问我皮肤怎样保养？清洁很重要。睡前哦，还有我每一天都会敷 mask。然后敷 mask 的话，我会很像可能今天敷保湿的，等第二天我就会敷美白的，这样子比较平衡。几时出国拍摄？我下个礼拜就去了。你们要 follow 一下，follow Astro Machi。你性格这样很活泼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哦？我看起来我的照片看起来很凶咩？我有观景像，谢谢，很像朱茵，谢谢，这是一个称赞。我。还有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哦，我以前呢，我以前小时候，哎呦太快了啦！我以前，哎咋了？我以前差不多小时候的时候啦，小学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给我去学那个 piano，然后那时候我还小嘛，我不懂。这种才艺是很重要的，and then，刚好那个店哦，就是刚好那个钢琴学院，它只可以安排在早上差不多8点、9点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时间刚好就是电视机会播哆啦 A 梦的戏，然后我就为了，我每次学完钢琴一回家，哆啦 A 梦刚好做完了，然后就变成我为了哆啦 A 梦放弃我的钢琴。我的偶像是谁？我偶像是 Angelababy。希望你能代表马来西亚参选，谢谢。这你们要 support 一下。听说你很厉害跳舞，哈哈。你是不是有贴双眼皮贴？对啊，我贴双眼皮贴，不然我的眼睛会一个双眼皮高，一个双眼皮低，所以我一定要贴。Final 是几时？Final 是6月25号。你们有你们想知道更多，你们就 follow Astro Machip 咯。可惜了，不然才艺可以表演钢琴，是啦，浪费了。偶像不是 Ivan 吗？不是。诶，Ivan。哦，下雨哦。Hi Janice，supporter。我识讲广东话，一啲啲识听唔识讲。我的才艺是，我的才艺应该是唱歌吧，跳舞。唱一段来听听，可以唱歌吗？表演打球啊，怎样表演打球？你们8位去韩国多久？差不多是7天这样吧。Johor got what nice food? OK，那我可以很介绍你们去吃古莱的那个古莱出名什么啊？古莱出名牛肉面，but 我是不吃牛肉的啦，它也是有猪肉的。在宿舍吗？没有哦，不是哦。你以谁为榜样？你以谁榜样？范冰冰，因为我比较想要。做女强人的感觉。哦，还有很多人也是问我，因为我是一个 Instagrammer 嘛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不好的评语。不好的评语的话，我会怎样去面对嘞？以前的话嘞，以前还不成熟的时候，还小的时候，一定会骂回他们咯。But 我觉得这个，你骂回他们的话，他们就会骂回你，就会产生争吵。然后之后我就选择 delete 掉 comment，delete 掉 comment 的话，
他们就会跑过来 comment，你为什么 delete comment？你为什么不接受事实？这样子，然后之后我成熟了，我长大了，我懂讲句，我就会，好像有人 OK，有人 comment 我不好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会好像跟他讲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建议，这样子我会改进的。诶，反而人家给我的回应是那种，诶，你很谦虚什么那种。为什么会选择 business？因为 business 是全方位的，就是我觉得 business 它是一个又有 account，然后又有 management，还有那种 behavior 之类的都有。哎呀，还有什么？那样你的里程在哪里？没里程呢。Your life and photo is different than 我的。这人比较美的是照片。business 容易读吗？用心的话蛮容易的。心目中的 top three 是谁？这个我是不懂啦。每个人都会自己努力哦，所以就每个人都有可能。life 比较美，谢谢。现在是有妆，有我有化淡妆。等等。你以后想做生意，我以后想做生意，我就想自己，一个，我不想靠任何人啦。其实讲真的，不是我自夸，其实我是一个还蛮独立的人，然后我希望我以后可以自己做那种女企业家，这样子我就不用靠任何人，叫女生，谢谢 Ivan，感觉这人没很多，谢谢。娱乐圈还是往别的方面发展，娱乐圈的话是可以考虑的，未来的路是怎样不知道，就看情况哦。几时比赛？6月25号大决赛在 KL，你 live 几久？10多分钟哦。女生该具备什么条件？如果是每个人。的回答一定是内在美，外在美。吧 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蛮重要的，外在也是很重要啊。吧我不是在讲我自己，要有智慧，然后不只是智慧，还要有一点社会经验，如何去解决那种问题。笑一个，为什么现在那么斯文的？我一直都很斯文啊，你的真人像杨恭如，真人不像，真人像，真人像我自己。你多高？我174 cm。我最满意的五官应该是嘴巴哦，嘴巴精，不习惯嘞，你跟我出来先。我真的很独立，那天做 Uber 还载到你，有咩？哦，对，我是 Uber Queen 来的。OK，我要下喽，你们记得留意，我们下个礼拜嘞，我们会去韩国拍摄。你们有兴趣？不是有兴趣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话嘞，你们可以去 follow 那个 Astro Machip 的 page，Instagram 也是叫 Astro。dot machip MACIP，还有 Facebook 是现在 live 设的这个 page，直播和买照片不像你啊，发过。哦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更多的话，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我的 Instagram 是月二 moon lover，月二 underscore moon lover。月二是 YUWER，The Moon Lover 爱月亮。照片拍到你不好，这样看着没？谢谢。请问你是用什么？哦，我面膜什么都用。好啦，我要下了啦。
我要下了，拜拜，谢谢你们来 support 我，谢谢，拜拜。